修这个戒律规矩，啊，修戒律规矩来，那就是心的坚定，心唔好安尼了了啊动摇，啊，就讲啊，即马就什么派较好，即马什么装较好，我要来遐学，你若安尼直咧装哦。当未当成功无大劲，佫颠倒对咯，迄阵煞足凄惨嘛。啊，等下对咯，再来六哦，六哦来哦，来甲阮某咪人念经哦，来甲念口尾经哦，啊，无效啊。啊，像你讲这佛教无口尾经。若讲口尾经是做多啊，就我不算就在你讲啊。迄本安怎写？写安怎？那哈啊啊！佛说阿弥陀经，佛说阿弥陀经是真宝贵的经呢，足宝贵的经。啊，你甲讲这号做口尾经，你甲看。哎，阿弥陀经面顶来写，较写就是阿弥陀经，无写佛说口尾经。啊，是安怎？咱会见到讲啊，叫人念口尾经，太错误，唔好即款的错误观念。所以，咱来学佛上要紧就是知见。我不是咧讲啊，知真知就讲知，唔知唔当假知，唔通唔捌要假捌。啊，我知啦，啊，我会晓嘞啦。你会晓嘞，你都未晓嘞，你敢会晓？用嘴咧讲，你会晓嘞。啊，这真要紧，唔通唔知假知未假的，啊，五斤米米做一摆滚的，吼。这个。现在说宗教隆重就是以神为主义，佛教所拜的是佛陀也是菩萨啊，但是我们普通通通认为天公上大，啊，观音妈是去予这个叫做王母娘娘，那叫做天地母，啊，伊派来。观音妈伊派无唔对啊，咱佛教无观音妈，恁有咧拜观音妈无？啊，较早建庙建门起，大家嘛讲拜观音妈，啊，那也有咧拜观音妈的人，你无教佛教徒的资格，啊，你拜啥？啊啊！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有教无观音嘛？这爱怎样？唔通安尼？干那要去拜啊？甲拜迷信的呢？啊，拢都无研究啊！干那要死啊！再来请人来念经，啊，就会当超度，无遐快哦。地藏经所讲的，你就爱去请迄啰真有修行的。的人来给你上，嘛只七分得到一分的尔，七分的功德才得到一分，要会当得到七分，迄就爱过隆重。你伊本人有修行，佮家族有修行，才有可能，无可能。那地藏经讲伊真明啊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，哎，怎样？啊，
学佛人，文思修这一定爱问、听，啊，听了后爱来想，想了后爱来修，文思修，啊，进入你戒定慧。你若无文思修，你绝对无智慧，智慧要开就无遐简单，所以爱较定心咧，唔当虾米人讲，哦，那就来去结缘袂要紧啦，啊，唔当啊聊聊啊，哦，拍咧就来去躲伊，连拍咧连咪来去躲伊，那撞来撞去，撞到尾啊，你无半位成功，一、這个。话面讲，吼、哦，那像侬，你当初啦，通佛教联社，请两台车来台中联社，你变人老师的一个是，来台中联社去个拜访你变人老师，啊，你变人老师安怎讲呢？讲恁安尼，恁唔知，讲恁安尼了一日去啊。一日恁无咧念佛啦，已经了一日去啊！你并不是讲，那你若见我，你就会当解脱呢？你该见我，敢有路用？像讲我真有修行啦，但是恁若唔修行嘛，无法度嘛，无路用。你来家己认真修行，认真念佛，还有去，心性啊，较坚定嘞，哦。啊，唔通讲哦，即摆人都伊咧密宗真好咯，即摆现在就是密宗上升啊，啊，走来密宗啊。啊，你知影讲即摆密宗真好，你会当去得到迄个密宗的好处无？无啊。所以，戒定慧。最要紧是爱慧，慧就是爱智慧，智慧就爱文思修来，听经、读经、看经、问经，啊，才会当得到了解。得到了解，才进一步入去修持。有进一步入去修持，你才会当好得到正果。哦，正果是几啊项的正啦？当然有官老家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吼、哦，咱佛教唔是亲像讲十教安尼无主神，佛教的主神就是释迦佛啊。观世音菩萨，当然佛教后地藏王菩萨，有的可以对观世音菩萨以外佛教，有的直接对阿弥陀佛，有的对释迦佛，但是呢，有的对地藏王菩萨例外，真正是款。也嘛，也有人专修普贤法门，普贤菩萨的法门，迄专门拢咱来来这个。来念佛啦，咱就是要直接对阿弥陀佛念念。阿弥陀佛，这呢？阿弥陀佛四字啊，是叫做八界众生，十八界拢总意义总伫这个四字内底。啊，佛叫做法界众生，咱下当来念佛啦。会使讲咱
大家先生是哦，俗语讲，确实烧好香来的啦。你若无烧好香哦，即是要拄着念佛的法门哦，真困难。所以讲，佛法难弘，搁再上加这个净土法门，最难甚至法门。在创设教主，释迦牟尼佛的出身是太子的身份，以外耶稣教的出身，伊是目像师，佛教的出身是牧童。那无教主创立，拢总未使成立为宗教。即卖现在中国啊，有教无宗啦，道教有老子讲《道德经》正经，哎，就讲你头壳顶有三思神。你行到遐，迄三思神甲你对到遐，所以你袂使你做唔对，做若唔对，三思神就会甲你记起来。等下个，你若去阴间，阎罗王遐才甲你清算。我想讲这吼，我真放心，安怎真放心呢？鸡毛伊咧爱睏的时阵，咱伊若咧爱睏的时阵，才来做唔对，伊嘛唔知，啊、哦，咩骂人，咱嘛等下伊，等下这三日前咧爱睏，迄阵啊咧度孤的时哦，咱来骂人，啊，所以啊、哦，中国道教是用一个头壳顶有三思神咧，甲你对。啊，咱佛教唔是安尼讲，佛教是讲你有人影也无啊。你有人影无？有啊。什么人无人影？是人无人影。啊。是人无影。无迄就无人影，有这个人形一定有人影。啊，你若甲有人影，你人形甲倒位啊，人影甲你对到遐。第一就是入去暗的暗景啊，暗景啊，迄拢无人影。啊，所以咱爱知影，中国儒家有教无宗，是人间道德教育家。这道德教育家，伊拢讲道德，啊，但是呢，无这个七项基础，所以中国叫做儒家，无叫做儒教。啊，道家嘛是道家，无叫做道教。啊，咱即卖现在所有伫咧讲的道教，什么人个？知影无？什么人个教？知？啊，你做干那要拜年啊？啊？丢道莲创设，啊！丢道莲安怎创设这个字就搞来呢？你当丢道莲，他才是做气数，气数就像这么滚掉啦。啊，去派去弘扬，啊，去遐个时哦，啊，
咱学。